主料腐竹200克，辅料老卤水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腐竹解断，放入水中泡软，把腐竹放到老卤水中煮，煮约10到15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老卤水已经够咸够味，所以不用再加其他调味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